蒜头四五颗，300克的小肉过来，然后这两样也加进来一起剁。加入一汤匙的酱油膏，半汤匙的糖，半汤匙的酒，胡椒粉少许的胡椒粉，少许的胡椒粉。拌一拌，给它拌一拌，我这个是做四人份的量，拌均匀，还有香油，一张少许的香油，少许的香油，香油少许。这个肉啊，我现在把它做成丸子，给它揉一揉肚子，跟肉丸差不多大的大小，给它揉得像肉丸一样的大小，就直接拿去电锅，然后呢就把它盖子盖起来，用蒸的，等它跳起来就 OK 啦。哦，电锅跳起来了，我们看熟了。那我想开始装盘吧。哇，我们今天的香瓜丸子已经完成了，就是梅龙果呀爆丸子已经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